1950年大概五月左右就被一位又是詠春界的李文，如果是詠春的同門有上過去拜葉文宗師，那個李文那個山就在葉文宗師隔離，大家都會認識，那就介紹到去飯店公會教這個詠春的拳術。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，葉問宗師咧係個子好矮細嘅一個人嚟嘅。當時詠春飯店公會嘅主席咧就係梁相，個子好高大嘅。如果驟眼望下咧，可能係葉問嘅兩倍嘅身形。咁樣當時介紹到佢咧，佢話呢位就係葉問師傅啊咁。 即係嗰個表示好似有多少睇唔上眼咁樣，咁即係葉問宗師啦，閲人就無數，智力好深，一眼睇到咁嘅情形。咁樣咧，佢就話：你好似唔係好相信我咁樣喎。佢話嗱，我同你試下啦咁樣，係葉問宗師自己提出嚟嘅，一個好矮細、好弱小嘅人。 對一個年青嘅高大嘅，其實咧能夠提出咁樣，咁咧就係梁相師傅咧就梁相咧就正中下懷啦，好啊好啊咁，啊點知一碰手，梁相已經一接觸就彈開咗成10尺，跌咗喺地下，咁就覺得好奇，咁就即刻咧就拜師學藝，咁就傳咗嚟飯店公會嘅。